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哎，这里可以看到精彩的那个正片环节已经到来。在我们的白晨啊，非常帅气的一套防反连段之后呢，拿下了曹操啊。结果的话呢，黄雀在后，最终的胜利者呢就是那个铁甲啊。各位啊，跟着铁甲那个姿势一起哈哈起来吧。哎呦，看到这段就开心啊，都给曹操打死了都翻车了啊。这里呢，我是诚挚的想说一句啊，该，真该。那么好吧，啊，这里呢来到了咱们今天的花絮啊，可以看到这个陆象与通关验证难度天王。然后呢，过年了嘛，是吧？给大家做一个以前都没太做过的一个素材吧。这一类的呢，就是一个三国战记119，然后呢，最后的一个抢人头环节。就说呢，这个最终的 BOSS 啊，对吧？最终的 BOSS，每关的 BOSS 呢，以这个抢到人头啊为这个主要目的。粉碎了曹操马。颇有咱们小时候乱战的那个意味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看啊，一批是我选择貂蝉，三批呢就是刚才那个死完曹操翻车的人啊，选择的是一个张辽，之后呢四批是刺猬，选择这个赵云。那咱们来看啊，这里的话呢，前面这些打斗呢都无所谓了，主要看最后啊这个如何是抢 BOSS，谁能在这个 BOSS 人头之上更胜一筹。这里的话呢，前期我说看好兵，我来个单秒，然后呢到最后一追的时候不看了，都过来抢，谁也没追上。一个轮把我们打飞，空白这里一个六云没打上，赵云这里飞盘了，赶紧夺回云雾，不让他连。哎，你看损不损？飞盘不让连，然后呢，一发远端的张灵剑，我这里呢是率先拿下了第一个人头啊，first blood，我这里呢拿下了这个嫂子的人头啊。这个呢也是我们常打的一个小赞助的系列嘛，就是抢人头是吧？谁抢到一个人头几分，然后呢额外有点什么别的小东西啊。啊，这个是比较欢乐的一个节目，然后呢可以无限接币，是吧？这也是呢我们少有的这个啊，好像也不少有，我看他们打啥都接币啊，好吧，无所谓了啊，这个少有的这个打三国战记呢能这个无限接币的一个项目，这个位置呢我先装一波掉线啊，然后呢调一个控制弓阻止赵云的连段，因为呢貂蝉那一啊跟同等级的人呢可以互抢，我这里呢是先被打死一命，哎，马上跑了，刚好呢我这一命死完，再来开个必杀不难的开招，哎，一下快扔个黄石弓。哎，俩傻子，哎，还搁那 AB 呢？马王都憋死了，还 AB 呢？你这不是俩傻子吗？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再抢下第二个人头。哎，你看这吃东西的速度，看慢着各位，找没找到你们小时候的风采？啊，这吃东西的速度已经没谁了。然后的话呢，咱们继续啊，来看这下回约啊，后边那个接币数就无所谓了，接币数就无所谓，可以无视。这里的话呢，BOSS 呢也是找到了自己的这个风采，是吧？打出了成吨的输出啊。然后这里咱们来。我去追地，啊，这赵云你看四维玩点啥都贱啊，这小子贱的跟个狗似的，骗气开招必杀啊，一下就骗死了，该，咋不给你骗碎了呢？然后这个位置呢，继续啊，这个快来了，我这里是打一个，哎呦，这下不打个铁甲，我骗女带必杀了，这下有点可气，赵云暴气了。然后我们来看啊，这个一个 AB，哎呦，没 AB 死，张辽下来晚了，这个位置我们都在 AB，结果的话呢，赵云就是超必杀。判定实在是太过于变态了，持续的一个判定，然后呢拿下了这个夏侯亮，被赵云呢抢了个人头，然后的话呢加血一扫而空啊。咱们呢再来看下一个 BOSS，再来看下一个 BOSS，标准的一场乱战，梦游登场啊，梦游登场。这里的话呢，我们是随便打，前面的随便打。你看赵云玩的贱不贱啊？赵云这小子就是打气啊，打怪打气不打 BOSS，然后最后开超必杀，太贱了，实在是太贱了。这个位置呢，打一个反向的追地，然后呢把追地用完，打到板边撞飞。我这里呢是在考虑如何一套连招拿下这个梦幽。这个位置呢，板边他笑了，完了，张辽来了，连招了，赶紧连不上，可以。哎，这不是个傻子吗？别吵吵，你看这吧，这不是个弱智吗？赵云呢死在天上，没有能力抢了。然后呢，我离得还远。之后的话呢，本来是张辽最大的一个机会，结果那小子让梦游插了，然后那赶紧啊抓住机会，趁梦游插他的时候，我给梦游打死。这个位置呢，我是又下一城，啊，托傻子的福，怪不得最后能这个打完曹操翻车，不是一般人。这里呢继续啊，是打一个追地，然后呢，这个赵云假装帮我开明，实际在打气和骗气啊。之后呢，咱们再来看啊，这个第一杀狗人头的归属，张辽又去了。张辽人送外号老苦力啊，前期呢帮大家打这个血量，然后呢最后一下抢人头不打，好人呢。这里你可以看到赵云还在打气，我这个跟张辽的想法一样，都想先死命，现在不敢上了。天女，这里没有带必杀，感觉死不了，开个必杀，完了就是赵云。赵云的这个必杀判定实在是太屌了，
没什么好办法。以后这种比赛呢，可以禁止赵云出战是吧？就像我们禁止诸葛亮出战一样，诸葛亮是很厉害的，一个湖水最后卡好西槽控好血量的话呢，一般人都抢不过，全凭判定。然后咱们继续，这里呢也没什么卡不卡兵一说了，也没什么死不死兵一说，干就完了。然后呢，依然呢是我在打输出啊，这个赵云的话呢依然还在打气啊。要说剑的话，这小子真贱，就是再看到这个视频都感觉他太贱了。哎，苦力来了，苦力打输出去了，各位看没看着？苦力这里打连招，然后等起来再打蹲连。哎，你看这小苦力到不到位？六六 A 打尾连，哎，干得漂亮。然后呢，我得帮他看兵啊，我得帮他看兵。你求最后一下。这里的话呢，这个苦力呢已经把这个连段呢打到了快四十了啊，这里有点小卡不要紧啊，马上就会过去的。OK， 搞定，那么来了，这个位置呢不能张辽再打了，这个 BOSS 呢血量呢已经来到了连招可以拿下的血线。我们来看，他俩都倒了，我这里天女 BA 八二 AAB 必杀，哎，这俩傻子，这一下各位啊，这一下的话呢，他俩等我啥呢？他俩等我 BA 天女啊，给这个怪打到天上去，然后呢等怪落地，他俩沿着起身开必杀。我这里呢故意没把怪打到天上去，让怪快速落地，快速起身开个 AB， 然后呢怪 EAB 我直接开必杀啊，因为我这里是自导自演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啊，所以说呢心里有数。我开必杀的时候呢，刚好张辽 AB 把他俩啊弹飞，我这里直接顺抢一个张辽人头啊，太帅了。然后呢看这个貂蝉，貂蝉的话呢也是前面谁打都无所谓啊，苦力又去了，专业苦力，哎，看看着，我们这都不打。小时候也都这么玩是吧？小时候的话呢，只要一批离得远一点，其他人去打呢都不会换上。哎，现在这个血量不行了，血量到这个可以连段击杀的血线了。我们的准备，各施风采，他暴气了，赶紧躲屏幕，不能让他连，不能让他连。这里 AB 不能招必杀，我开个必杀，完了被张辽 AB 了。这里我再开个 AB， 哇六，找你这个必杀实在是太强了。哎，你看那个傻子对着左边凤剑残云啊。貂蝉在右边，他往左凤剑残云也是没谁了。OK， 那么现在的话呢，这个人头啊，我跟赵云差不太多，我也没一丝计啊。各位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看看谁抢的多。然后张辽是一个没有啊，标准的苦力。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吕蒙。吕蒙的话呢，算是张辽比较好抢的一个 BOSS， 因为的话呢，这个张辽打吕蒙的伤害特别特别的高，而且的话呢，张辽的副空连啊也很厉害，打吕蒙很容易。这个位置的话呢，我们在等苦力输出，苦力快动手啊！苦力不动手了，我这里再骗点气啊，你不打我也不打啊，相信小时候都玩过这画面是吧，你不打我也不打。然后呢想去撞个九节，这里呢赵云在撞九节，然后我被打死了，完了又完了，哎，没死，这里九节出来我直接捡上还可以。这里呢是捡一个九节啊，因为九节呢打这个重型 BOSS 无论是驱除混货沙漠科啊都是很好用的。然后呢接着投币，张辽这里呢终于开始输出了，终于开始输出了，对，干点自己这个力所应当的事儿，将这个苦力的这个职责做好。哎，赵云，你别打，你打的挺慢的。哎，该打死你，让你往上动手。哎，可以了。对，你看张辽打这个输出就高啊，张辽打这个吕蒙就不是一般战，会不会玩啊？那三 P 打个吕蒙都打不过啊。这里来了，看张辽一套连招，这个下血量明显暴增。然后呢，等他再来一套，哎，别吵了，让他打。打完之后，最后人头没得份儿，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这个血量的话呢，就是，会玩点的话呢，一套都能连死了。我们这里的话呢，是带个屏幕，往左，开个必杀。这是谁打死的？我没看伤，瞅着好像是赵云。这个赵云这个必杀判定是比这个貂蝉厉害啊，是比貂蝉厉害。那目前的话呢，我跟赵云应该是这个平分秋色。张辽的话呢，怎么说呢？无所谓了，无所谓。白神的话呢，就是打的游戏的快乐，分不分都无所谓，打的快乐就行。然后在这里沙漠科呢，我是把这个血量给它尽量压低，因为这样的话呢，我有战友金吧，应该是有战友金啊，可以呢战友金控他一个死亡。之后呢，赵云的想法应该是跟我一样，这个人头呢，在这个外边，如果他不跑，跟这个赵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里的话呢，等他再出，完了，他这个砸锤这招的话呢，就跑了啊，我没有战友金呢，那我可是跟他啊，我等决战呢。我是等他笑来个九节杖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等他笑来个九节。哎，这个位置的话呢，吕布，我说你俩帮我看好兵啊，我自己秒一套，秒不了给你们。哎，来了，这里呢，我是先起个四一，然后呢，他们继续，我再来，他们应该不会过来。这里我记得我们好像接了个休假，就是说呢，三个人平北，每人秒一个 BOSS，
啊，成功了给分，不成功不给分，各凭本事。我这里 OK， 我这里呢凭我的本事呢秒掉了一个，这是呢在这个前一头比赛之上呢这个额外又附加的一个小环节啊，当时有老板追加的，三人呢各秒一个 boss， 各凭本事，其他人不能干预。然后的话呢，如果你失败了，你不光额外的分加不着啊，你这个什么啊，你这个人头也不能参与了。我这里呢是追地 AB 又带走了一个人头，收获颇丰啊，又拿了一个沙漠坡的人头。然后躲个天气，咱来看陆续啊，来看陆续。陆逊的话呢，看看怎么搞。这个地好多钱呢。陆逊的话呢，也是让苦力上，苦力这里 不太想打了。哎，苦力来，因为的话呢，将辽打这个乌国的将领，这个伤害是非常高的，有加成。赵云，你说你去干啥去？打点气，最后必杀前头得了。完了，开始骗气了，这一下。哎呦，团灭！这个陆逊好猛啊，陆逊好猛，赶紧逃避，等他们那个镇下雪。这里四开天女，发现一个必杀连连死了。这里准备追地，赵云想护接我招，我这里打个反击啊！赵云这个大鹏可以护接天女，修剑放倒，反击 ，BA 必杀，我想老套路再玩一遍，可惜啊！我想那个就是对着那个张辽的老套路再玩一遍啊，再让他俩以为那个 boss 要升天。打个必杀，结果的话呢，我这必杀出去没中，赵云开了个必杀，又被赵云抢去了。张辽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陪打吗？专业陪打。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左慈，来看这个左慈怎么搞。啊，这傻子还搁这蹦呢，还挺开心啊，挺欢乐。来看一下这个左慈啊，左慈的话呢，开始应该放点天书啊，没人放天书啊。这里呢，我果断告辞了，这左慈不放点天书，我是白扯，貂蝉是打不了。你看这跳拳天女也都不掉血是吧，赵云张辽也都不掉血啊，心怀鬼胎，各自存着天珠先抢人头。这里呢我们最后一致决定啊，得放点书了啊，要不这个左慈打明年。谁先来一本，整了一本石头书吧，这是啊，电书，整电书啊。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因为对这个抢人头呢没有任何帮助，几乎扔完电书这个都是一匹抢人头啊，因为一匹的电呢就有优先性。这位丢了本火书，这火书也烫不死是吧，所以说啊，丢的风书啊，我也丢的火书了，也烫不死。然后继续再来个火书，哎，都给他丢了，然后各凭本事抢人头，是不是？这火书也烧不死，因为火书绝对烧不了那么多血，即便是全中是吧，还差得多，差得多。然后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再丢点土雷或者谁打两下子，哎，来了各位要抢了。哎，这一下赵云这个必杀，哎呦，这下我们谁都没想到啊！因为的话呢，赵云这个必杀判定比较诡异啊。他的必杀的话呢，这个在小必杀在转的时候啊，他这个伤害呢是小必杀伤害，然后的那个火发射出去之后是超必杀的伤害，哎，这个就疼了。所以说的话呢，这个我跟空白当时我俩一致认为那个小必杀打不死的左慈，很明显也打不死。结果呢，好巧不巧，左慈用了个扇翅膀的招，刚好结束的时候呢中了这个，哎呦，这两脚可真猛！这天王虚出够猛吗？各位，两脚给我貂蝉满血秒。所以说呢，我俩一致认为那个死不了啊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必杀打不死，所以说一致给他让开了，想让赵云的必杀打完之后我们再抢。结果呢，没想到刚好触发了超杀的伤害，有点疼。最后的话呢，这个虚楚这个张辽傻了，让人打傻了，满气还偏激，我觉得他被打傻了。这里呢都没人打呢，我打啊，我这个打虚楚的伤害，因为我有九月杖，我自己打的话呢，我可以方便控一控楚啊，这是抢人头的一个小关键，控好楚。控一个绝杖的血，这里天女，然后追地反 A， 追地我把它控到屏幕以内，哎，这下追地失误了，想丢飞盘不让丢，又追地了，完了又被他们打到屏幕外去了，屏幕外这个绝杖就不好发了 ，AB， 然后再丢了个风影残余，我这个绝杖呢被修剑破坏了，然后再 AB 一下，还有个九节再丢没丢到，又被修剑破坏了，这里我猜一个位置出一个必杀，结果没出来，完了让傻子抢去了。这下的话呢，被张辽的 AB 打下了，傻子呢终于荣获了第一个人头啊！傻子荣获了第一个人头。这个虚楚的话呢，是这个所有人头里这个分值最高的一个，好像是五分吧，如果没记错。啊，这个被傻子抢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是我们各自单秒的一个 BOSS， 到赵云了啊！这个你秒的是不能有人干扰，看看赵云能不能成功。AB 调。A B A 反 A B 八 A A 跑路刚好正好能跑进去，问题不大。
那么呢，赵云也成功了，这是张辽的了啊，没人干扰，还帮着看兵。赵云这里死了，给震了，不算啊，不算，他秒了也算他成功。这里飞盘六 A 两次，六 A 三次，六 A 四次，我这里帮他看兵，赵云去帮他挡箭，然后他自己掉了，这个菜狗，自己掉了，自己掉了。开盘场啊，这里的话呢，三个人各自进行一个单秒啊，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。然后呢，这个开始了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。这里有天女，天女直接拿下啊！两个天女呢就抢下了孟获的人头，这里呢再斩获一个人头啊，再斩获一个人头。然后呢，这个位置由于我们已经接了太多币了，都接了十个左右的币了，所以说这个加血呢都不打算再吃了。破罐子破摔了啊！然后呢，看看这个黄盖啊，看看黄盖这个人头如何处理。黄盖的话呢，这个战斗金那是抢黄盖人头的一个大杀器了，因为这家伙怕冰。战角金的范围又广，判定又强。这位置的话呢，我很好心啊，我看他们在打连段，我怕他们黄盖打他们疼，我给他们丢了一个合适币啊，让他们防防火，对不对？我肯定是不想干扰他们，让他们的这个防范于未然啊。要不张辽，要不这个黄盖啊，一个火打人太疼啊，打人太疼。这里咱们继续来一个这个连段之后呢，想追地啊，追地被用完了，然后这里最好让张辽打苦力。苦力打这个黄盖呢，就是伤害加成。然后谁已经跳好了战斗机？张辽已经跳好了战斗机啊！看，看盘招，啊，刀具跳好了。完了，他要控血，他这里去打一套连招，四下 A 六 A 放倒。这战斗机谁打不死？不傻子吗？这战斗机纵身也不死。哎，好，我这里一个 AB 给他破坏，他这战斗机也打不死，俩弱智吧。严惩打不死，哎呦，完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出事了！哎呦，还有这事儿，别吵吵！还有这事儿，有俩傻子！哎呦，被赵云刺去了！哎，这人头没抢着，有点白抢了。这下的话呢，黄盖已经转圈了，我那刚好是死命出来的无敌，能躲那个转圈啊。结果的话呢，被傻子给刺去了。这下这个赵云这个六 A 真是长啊，长有好处是吧？男人就得长一点，看来这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这一个长是吧？直接的把那个貂蝉给征服了。然后咱们继续，这里看看这个马王的人头。这个马王呢，我有电书的话呢，我肯定会丢个电书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各位看啊，最后的这个加分，你看我是92啊，然后呢继续练啊。他们已经放弃了，这个没人能抢过这个电书啊，没人能抢过这个电书，除非呢你不让 EP 捡着电书啊，然后呢其他人捡着电书不放是吧？这个位置呢，我是再度斩获个人头，这傻子还在外边捡道具呢，还挺开心。咱们再继续啊，来看下一个魏延啊，魏延这个位置呢，直接放个招人状，他说来，我先揍一会儿，好吧，我们的最这个苦力啊，就是从来都是对吧？你说了算，你去打，这连招还连不上，真垃圾，这苦力什么连招，招人状连招都连不上，真菜。那，这个招人状算是白放了，水平不行。这里我说我来，因为呢这个貂蝉的伤害非常高，我们尽量不让他跑，因为他主旨就是抢人头，所以说呢你前面的血量呢谁打都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最后那一下是吧。我这个位置调好了黄石公，我已经都做好了准备，小必杀，然后必杀黄石公。哎，我这里准备已经做好，结果怎么还有一追呢？没追上，我这里开个 AB， 又开个 AB， 完了，也是有点背啊，连续的两次 AB 的话呢都被这个 AI 防住了，结果的话呢这个防御结束呢中了赵云的一个超杀，又被赵云抢去了啊。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俩的人头是差不多啊。然后呢咱们来看这个司马懿，来看这个司马懿。司马懿的话呢继续还是这个苦力啊，苦力作战，苦力上去作战。然后呢最后一个 BOSS 我记得曹操啊分值也是特别高啊，啊这四下好像给我挠死了。哎，各位看这四下的伤害啊，看吧，司马懿天王难度四下挠，直接快快把我貂蝉收走。我这里呢先死一命，因为的话呢我要有一个满血来抢人头啊，这很关键。然后呢等赵云大胆输出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我们要起手了。天女 BA， 哎，这里被谁踢到那边去了？这位置赵云白鹤 BA 必杀，那不是傻吗？那能行吗？这里呢他又必杀了， AB 没死，追地没有，开必杀啊，这下居然被赵云的毒气筒给杀了，不知道各位看的清不清楚啊。这下呢死于赵云的毒气筒。咱来看最后一个 BOSS 啊，曹操。曹操的话呢，当时我记得这个人头啊也是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分支，这个曹操。然后的话呢这里是这个看谁先把这个小道具丢没，大概是这样啊，谁把小道具丢没的话呢有老板额外追加个分啊，赵云跟个狗似的就开始丢。
啊，好吧，赵云都丢光了，你做到了啊，你是最狗的那个人，啊，你是最狗的那个人。再来看这个曹操啊，曹操的话呢，这个哎，苦力又去了，哎，看盼着他已经认清了自己，现在看盼着各位啊，认清了自己，又上去打输出去了，啊，他非常热爱他这个工作 ，boss 来了呢，先上去先搜一顿输出啊，其他的无所谓。那都无所谓，我这功夫应该是在写对家，我貂蝉一动不动。然后我们可以这里可以看到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儿，黄忠换了，不是这个赵云啊，四维拿赵云换了一个黄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老板追加，最后谁的大虾多啊，给谁这个加几分。然后那谁也没有大虾，四维那小子要不说奸啊，这小子当时一想，我换个黄忠不就有大虾了，啪就换个黄忠，这小子真不是一般的贱啊，这小子是真贱。然后这里咱们继续。再来一套，但是呢，他换完黄忠之后，他这个曹操人头可能就抢不到了啊，因为的话呢，你换完黄忠，没有能量，没有道具啊，这个抢人头是非常难的。你看我跟空白一人留个衣服是吧，都是在最后这一刻准备用，啊，他这里呢就属于放弃了个大分，然后呢，稳拿了一个小分啊，就是没有梦想，没有梦想。四维，你说你没有梦想，你跟个闲狗有什么区别？这个位置呢，继续，曹操的血量差不多了，该死得死一下了。这位置呢，先自杀啊，先自杀，然后呢，把这个曹操的这个血量控制差不多，加血了，完了，白自杀了啊！这下本来是想呢，自杀等无敌直接下来，然后呢，曹操几乎没血了，开个隐身衣，最后抢个人头。我们来看啊，差不多了，这地方呢，我直接开个衣服，我这里开俩，把衣服用掉，张辽一套连招，没事儿。这位置呢，黄忠的飞碟，我这里暴击给他弹开，然后谁的 AB， 我织女穿梭没穿着，谁又开了个 AB， 再织女，完了。我一看这个曹操啊，这个往左冲，奔着张辽这个必杀去了，就知道完了。怎么说呢？狗人有狗命啊，这两个分支高的呢，都让狗抢了。打一场抢俩人头，二十个 boss， 你说你上来干啥了？那么好吧，啊，伴随着一场那个欢欢乐乐、热热闹闹的这个三国战记119啊，三人的一个抢人头，咱们呢今天的视频呢也就告一段落了。我是呢本期的主打者和解说勇啊，如果呢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啊，还是希望呢各位能帮我多点一点关注是吧，然后呢咱们这个伴随着最后的结束画面啊，咱们呢今天这一波这个乱战哎就告一段落了。这里呢勇哈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热热闹闹啊，那么呢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